我们这一觉起来呀、啊，过冬天了，感觉要从夏天变冬天了啊、哦。一大早呢，我们车上那个柴暖啊，不工作了啊。嗯。我看是不是油冻住了？因为我看那个温度嘛，有、就是它早上是最冷的、哦，零下4-5度这样子。嗯，晚上它还能工作，就一大早它就不工作了、哦。对，晚上就零下1-2度，但是早上就那啥了。赶紧看看是不是油冻了。对，因为现在的市面上应该没有负的油加了、只能加零号。嗯，应该不至于。能冻住吧，我们加的也是那个两桶油啊，好，两桶油咋的了，两桶油才是零号呀。哦，零号油不是说也能耐一个10度以内还可以吗？零下10度以内，赶紧看能不能打得着。哎，打得着啊，可以，感觉很明显有点顿刺顿刺的。嗯，给他给打着就好，给他发一会儿，估计看刚刚太阳晒了。嗯，就出来回太阳，让他打一打，等他打到几分钟试一试吧哈。嗯，打到几分钟再试一试，不然车里太冷了啊、哦。对。嗯，没有，你看，昨天晚上啊，下雨加雪了，你看，我们这个车，我感觉它是下灰了。嗯。我也觉得，你看。那不是下了雪，我感觉它下灰，下的雨加雪可能有点脏啊、哦。这边可能怎么说呢，外面前两天不是刮沙，就是之前不是刮沙尘吗，嗯，下了雨的可能把沙尘就带下来了，沙尘带下来了，你看得出来它是雨滴的形状上来的，这个车要白冲了。我觉得总比那个不冲时间好，我跟你讲。狗狗白跑哪去了，狗狗白，狗狗白，哎呀，给它放的玉米它不吃啊，感觉发现它到了新疆它不吃玉米渣渣了，狗狗白，哎呦，他跑哪去了？看看他跑哪去了，自己找吃的去了。喂，回来了，狗狗白，这里呢。来，狗狗白过来，狗狗白，你跑太远了，不行了，过来。哎呦，你不能跑太远了，过来，狗狗，狗狗白。哎呦，你跑那么远干嘛？嗯，快回去。我们的车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快回去，你知道我们的车在哪吗？哎呦呦，你看他到处捡吃的。回去了。快回去了！哎呀，你看他知道我们车哦，啊？哎，他认得了路的吗？哎呦，大白，哦，你看你不把姑姑白看好哈？啊？哎呦，不把姑姑白看好，草莓了，没有蛋下给我们吃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狗狗白，哎呦，你这个怎么不吃啊？这玉米粒不好吃啦，到了新疆这个玉米渣渣不香了是不？我发现他喜欢吃点重口味的，嗯，你想吃什么呀？不要，等下我加点我们吃的剩的早饭给他拌一拌，他可能就吃了。我们还好，我们的后背子还没收起来哦。不能收，人家突然就降温了哈。嗯。降温个几天，降温个几天就好了。嗯，把收起来，等下我再开一下这个采暖，看能不能开得起来。这边变得也太快了，一会夏天一会冬天还下雪，哎呀，我以为早上起来能看到白雪皑皑的，出太阳了，这边就这样。啊，这样就敞亮多了哈。嗯，大床变小床，哎呦，黑的黑。哎，动作也是比较娴熟啊，我们这个哈，一分钟就搞定。对，一分钟搞定。我看看这个采暖，开大采暖，小采暖。开个小的吧，这个带热水的这个。开带热水这个的。嗯，好。开一会看它暖不暖。这个冻在这里。看一下有没有水哦。有水，看能不能开得出来。嗯，开不出来，从底下流了，从底下漏下去了。嗯，要稍微等一会儿，因为我们这个车上水泵呢，它是有一个感应的，就是当水泵开起来的时候嘛，如果说它感应的温度啊是低于5度的话，它会自动的就是放水，知道吗？啊，就不从水管这里出水。对，会从底下出。嗯，我们这个开关是一开起来，水泵就工作了，一关掉水泵就停止了，它是感应式的。现在室外这个温度啊是低于5度的，我一开的话水从底下就漏出去了，它就不从那个水管里面走，这样它是那个保护管路的这样子。嗯，
所以呢，等一会儿，把这个拆挡开起来以后是吧？嗯。它这个水在里面就有过水热了嘛，过水热循环一下就可以用了。那先开一会儿看看。那就开一会儿。那这个自我保护哈、啊。对。那个，哎，有一点暖了吧？有温度了。哎，有温度了哦。那油真的是冻住了吗？它可能是那啥，它管它那个前面和后面的它那个管路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边接的可能有点点稍微有点结大了，它说不定就哎就突然就停止一下了。热一下可能就好一点了。对对对。我们打算在乌鲁木齐啊，就是待两天休整一下啊，就是囤点吃的呀这些东西。嗯。啊，然后呢，到那个戈壁滩呢，我们打算去捡几件石头。嗯。啊，到时候还可以啊，给院子还可以装饰一下呢，是吧？嗯，捡几件石头，然后也一路开到我们的院子里。我们现在院子里啊，它好多树还没发芽呢，还是那种光秃秃的那个样子。嗯。啊，所以说再晚几天吧，关键是它发芽了，是吧？嗯。捡点石头刚刚好是吧？对，说不定等我们到了它没发芽。对，也是这样子，说不定是吧？嗯。现在还冷着呢，现在哪里都还冷着呢啊。嗯。来，狗狗呗，狗狗。哈哈，知道有吃的了就过来了，你看它。啊，以后喊不它喊它喊不回来。哎，大白，过来，喏，过来。哎呦，我给大白吃了，它是敢啄大白，你看到没有？啊。他没吃着，他躲大白，你这样子不行的，我要教育你了，狗白。哦，你看我白白脾气好的啊、哦，哦，奖励我白白。你跑到这里咬你不你呀？哎呦，白白脾气好的躲起来了。哦，白白乖乖乖啊、哦，白白乖乖。这气人的这个。哎呦，狗白上脸了他。上脸了，我感觉啊，越来越飘了。哦，白白脾气好，哦，啄你是不是？你这样不行的，拿过来教育一下，啊？啊、哦，阿白说，我不咬他就算了，他还来啄我，是不是啊？白白脾气好，嗯，脾气好被欺负了，好可怜的吧？嗯啊，我去教育他啊、哦，教育他，教育他。哎，给姑姑白加点我们早上的粥，看他吃不吃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哎呦呦呦，你看你看，我们吃的好吃是吧？啊，我发现了，他真的觉得别人碗里的最香。哎呦呦呦呦，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吃吃。吃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吃我们的，这吃的多香哦！啊，我们这个车啊，从大海道出来，昨天晚上突然听到，就拐弯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它就是这个轮胎这里有异响，往左往右打死都有异响哦。对，我们开去修理店去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吧。问了一下厂家，他说有可能是里面进灰了，那个什么胶套是吧？对，胶套进灰了啊，去检查一下吧，多给它上点油、或者是换一个胶套就可以了，小配件好像是、哦、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旁边就有那个汽修店，就让大家帮我们那个轮子里看一下，我们自己好像不太好看，嗯，让他帮我们看一下。对，走，咔嚓咔嚓响了，还响不响了？哎，怎么感觉不响了？又感觉不响了啊？哦，响，有点响，还得检查一下。它可能动得慢不会有响，但是听到没？姑姑白又唱歌了，姑姑白你又唱歌啦！啊，乖乖啊，啊、哦，乖乖不能放动，乖乖，马上到院子了哦，哎，乖乖，乖乖啊！是到院子了，有点激动，好像没有昨天声音大了，是吧？我感觉它是缺油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里面有灰，它给它油，给它吹，加点油可能就好了。方向那加油，就等我看一下。你看这个，你上去来回打。回进灰了还是怎么了？回方向。回方向，小心手啊！就打，就像刚才那样打，小的，小打。就是要去掉比较好。回。要收只能换发动机，啊、嗯，是什么松了？胶套那里松了。对对对对，时间长的原因啊。对，发动机，管柱里头接血大，背面胶串也大，那个啥，收拾不了。收拾不了。像那种一般，像那种四 S 店再保的，他们保不保的这种？再保的话，他保呢？再保的保的是吧、嗯？是发动机的问题是吧？对对对。什么问题啊？
方向机那个间隙变大了。对对对，不是胶套，不是胶套磨损的是吧？胶套也间隙大，胶套那个啥，时间久它老化了以后，它又间隙变大也是正常的那个。再保的话，人家会给你保。不再保，那我那个另外一个轮胎也是这样吗？嗯，对。一起的是吧？应该一响两个都会响。对对对。哦，那都是人去4S店。对，我这没法修，要钱。不，好，你再保的话，你去4S店搞吧。啊，我问一下吧，谢谢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嗯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去4S店吧，哈。嗯。应该还在保的。这个不影响那个行车安全，就是有点声音。嗯。就在这个里面，汽车城里面。嗯，汽车城。前方路口直行150。我们这个车子啊，给它架起来啊。刚刚师傅呢，跟两位师傅啊，很仔细的给我们检查了一下，他说助力泵应该没啥问题。顺着声音听啊，很有可能是这个轮胎这边有个那个球头吧，也是一个小接口，小接口的地方可能。他检查一下，有可能是脏啦，或者是漏油之类的，反正异响呢是来源于这里的。啊，这个是一个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吧。就这个小球头是吧？对，就这个球头是。好了没？这个球头。嗯。啊，是软软的这个哈。它里面啊。啊。它这个球头，这是外面的一层那个保护皮啊。保护皮啊。皮啊。它里面是一个尼龙套。尼龙套是吧？啊，就要看它是不是漏油了，还是脏了。检查一下，油是没有，没漏油，没漏油，漏油看得见了哈。嗯，漏油看得见，它这个没有漏油，但是它里面磨的钢膜。钢膜是吧？啊。主要看那个球头的声音。哇，这个有点好危险，离得远一点。哦，这个球头啊，它这个间隙大的就是挤压到里面了。对，所以会有、那个、间隙大了之后它就容易有声音嘛。间隙大了就有声音了哈。对。啊，虽然不影响行车安全，但是要换一下肯定是好的。哎，那个东西，你目前是它是不影响，但是时间一长之后，它那个东西如果要是脱掉的话，那肯定危险。哦，时间长了危险哈。那肯定啊。暂时不影响而已。对，它只是目前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了。好吧。嗯，好。嗯，这边还要个放行条啊。嗯。是法治区范围内吗？是自保区吗？嗯。嗯。好，上去，走。好嘞，这个声音啊，就是那个球头的声音啊。是球头的声音啊，转向盘那个、啊嗯。对，下面那个轮胎旁边一个球头吧。啊、嗯。这个东西呢，可能要一般是跑个几万公里啊，可能差不多就要换一下是吧？对，差不多要换一下的那样子。嗯，在质保范围内的。嗯，质保范围内的。嗯，那挺好。它质保范围内是60000公里以内都是吧？对。哦，一般车子都是哈。几万公里我没问，反正现在是属于那个质保范围内是吧？哎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哎，什么声音？还有没有声音呢？声音是没有了。哦呦，这边撞车了。好危险啊。那大卡车多哈，小心一点。嗯。撞这么严重。我们一般开车都开得挺慢的，我们在高速也就开个100左右。对，这换小车也开100左右。今天遇到那个也是开着50的车友，那时候他上开到170了，我的天。170。什么概念哦。对，吓死人了。对，120都没踩过。嗯，对我要120都没踩过。哎，最高时速有一个120吧，就那一瞬间估计。超车的时候是吧？对。嗯，还是慢点开比较好，有什么都能掌控得了。对，刚刚那个师傅跟我说，嗯，你还说您这个车子是吧？嗯，你又。都改成这样了，你就放心的开就行了。他说，有一些本来就是易损的，现在就是这种，有一些这种橡胶一些东西是吧？嗯，它就是你定期换就行了，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因为这新疆这边真的是很适合皮卡，他们那个在这边皮卡就是在新疆这边卖的很好。嗯，
适合呀，适合，真的很适合。